健康即时通带你即时通健康。有观众朋友有问题来问咯，说过年的时候呢，他在家里头自制年糕，哎，奇怪，自己做的怎么跟外面买的口感就是不一样，外面买的好像比较蓬松，而且比较 Q 一点。其实这问题还不止在年糕上面，比方说粉圆啦，这个珍珠自己煮的跟外头的 Q 度也不一样，还有菜桃粿。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张瑞老师要来告诉我们，这当中到底藏了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？好，这里面呢，主要呢，我们加的是这个去水醋酸或者是去水醋酸钠，啊，这两样东西都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，而且它其实还有防腐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业者他不应该加入这些东西，但他为了口感跟卖久一点防腐，然后把它加进去啊。其实再加上再加这个药品的时候，他们会有一点过量再加它，它是个合法的这个添加剂。对对。但是加太多了，如果我们吃太多，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？好，那这个会跟我们身体里的蛋白质结合，那变成造成我们的肝肾上面的一些负担。嗯哼，对，所以这个算是一种中毒的一个现象。哇，那么严重啊！对，好，那就要来告诉我们了。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刚刚提到了年糕，还有我们今天准备的菜桃粿，是还有哪一些东西比较容易被加入吗？一般来讲，你会看到那种食品可以放在外面很久的。也就不需要冰，你可能在卖场看到它晾在那个地方，可以在常温下很久的。哎呦，其实这些面制品里面都会有。如果用科学的方法，有没有办法让它现形，然后测得出来？好，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些常见的检疫的试剂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这边会准备上这个95%的酒精，这药局买得到。嗯哼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这个90酸钾钠，那其实这个是就所谓的这个塔塔粉，或者是我们叫做，因为其实厨房里会用到塔塔粉，哦，但是塔塔粉有好几种。对。那这种是90酸钾钠。嗯。OK。好，那这个呢是硫酸铜。硫酸铜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检测试剂。那我们准备来的这个食材呢，我们要先稍微把里面的这个药物把它溶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已经先预先把这个萝卜糕碾碎，嗯，好，然后呢我们把它泡到这个热水里面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取用这个，我们大概1毫升就好了，其实量不用很多。老师，我知道你教很多的学生嘛，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实验，它在国中或高中有类似用同样的原理吗？哦，其实像这两样试剂啊，是非常在，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非常常见。就是国高中的实验其实都有用到。而且其实这两样东西家里我们都可以准备着，因为它可以检测很多的东西。哎呦，只要稍微，譬如说酸碱值的环境改变一下，好，那它的效果上就不一样。嗯哼。好，我现在呢加入了这个硫酸铜的示意，嗯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蓝色的往下跑还蛮漂亮的，是，嗯，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稍微静置一下，目前是没有变色，我需要把它盖起来吗？好，盖子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有点混浊的呢，就是我们加了萝卜糕的，然后这个只是我们的对照组而已。好，那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它原本是一个蓝色的溶液，是，好，那如果这里面呢有这个去水醋酸或者是去水醋酸钠的话，嗯，那它会产生一些白色偏紫色的沉淀。我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浓度非常高的去水醋酸，老师特别做出来的，比较严重的就会像这个紫色。对，就是我们这一管，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没有那么强，不是代表说它没有哦，是因为它还是加了不该加的东西，所以它在颜色上才会反映出来。这两个颜色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太一样。对，没有错，嗯。那其实你再继续静置的话，我们会在底下会看到一些紫色的沉淀。哦，如果这个镜头非常近的话，你去看到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沉淀物出现，有一些沉淀物。那这个沉淀物，如果我们把它静置一阵子之后，它也会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颜色，一个紫色的颜色。所以这个沉淀物不是我们刚刚萝卜糕里面的那个屑屑哦，不是，那个屑屑我们尽量减少去避免去吸到。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要吸上面那一层的，好，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啊，这些溶剂不容易取得，但其实，在孩子的这个实验当中就有在用，而且在生活当中还是可以检测的。是，你刚刚特别提到粉圆，是萝卜糕、年糕，还有其实我去测了那个大卖场里的啊，也是有的。其实乳制品会加，乳制品，甚至像乳酸饮料也会有。那对
对大家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，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它放在不用冰的环境之下可以继续放着卖，是就要产生一点怀疑了。对，没错。 OK， 好，所以做出来的实验这边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，这个是对照组，也就是没有加任何东西的，你看它是清澈。那这一管呢，我们特别加了萝卜糕，那么显然我们这买的萝卜糕是有问题的，加了去水醋酸，所以你看到有一些沉淀物。是，来比较的话，是紫色的沉淀物咯，已经开始更明显了。对，下面已经开始有一些紫色的沉淀物。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粉丝团上面，就是在 FB 郑凯云或者是健康2.0上面提问呢，我们会请专家用比较科学的方法来做实验为大家解答，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生活更健康。继续锁定。